对，没错，就是像那首《阿达达阿布鲁》。对，然后呢，就一直的中文版都我的志愿。但其实我知道这首歌，其实真是有背后有一段蛮，我觉得蛮让大家去思考一个故事。对，因为我觉得一个是一个追求梦想的一个小孩，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可能看到这题目，这首歌的歌名。 完全想到的歌词在这里，因为想要我的志愿会很像小学写作文，他都有写过吧？我的志愿，有写过吗？有没有？那你的志愿想做什么？当老师，跟我一样，当歌手。哦，当歌手。OK，那其实这首歌所谓的我的志愿呢，他其实虽然他心里自己有个梦想，他其实想做音乐，然后。 到最终呢，他发现其实他达到了音乐真梦想之后呢，他其实真正的志愿发现，他其实最喜欢的是可以跟那女生在一起，所以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并不是真的是我的志愿大家要努力，不是在一起。就关于这首歌，其实就是像他思考在生活时候，很多人一直在努力的去追求梦想，但是却忽略了身边关心他的人。对，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人。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很多我自己的，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然后还有我的一些歌迷们，就是每次有时候要可能出外坡啊什么这样子，有些东西都很多，其实我的人，然后离开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过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不敢说整个故事说我的，这个不是说我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写词源的朋友的故事，应该是吧？嗯，对。所以我知道说这首歌曲在 play MV 的时候呢，也让你艳福无限，对不对？对。那其实我知道说找了一个蛮美的一个美女跟你一起拍，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接吻的一些戏，对不对？不算接吻嘛。不算接吻啊。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判断，你们就是你们买的 DVD 吗？有。买了。其实你们回去看就知道了。怎么样？我看。你们回去看的是其实。 其实是一个借位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其实我们并没有借位。对，都是健康的啦。很健康，哦，那担心小朋友还是可以看的哦，那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借位的戏其实是非常健康的，是借位而已啦，啊，借位而已。对对对。好，我要说，其实这个公司这一次的配合你的这一个活动啊，其实也启动了一个让你有歌迷粉的无时无刻知道你现在活动的消息的一些活动。 我这次的活动呢，除了在这里专门有吃跑的，就是那个城堡的跑路会，然后同时呢，也是有这个我们公司哦，Danell的。哦，对，这个。我刚刚其实已经一直发现一直在震了，你们都有在传吗？有。其实如果还没有的朋友呢，我就希望你们都拿起手机，每个人都有手机吧？是。对，然后你们的手机呢就输入。哦，哎。哦。 TAMELL，对，空一格，然后的Danell，然后就发送到2200，那你的message或是后面的用户，对，或是你可以发送到3640，就是这个第一局的用户。对，然后呢，你可以说到我的最新消息啊，比如说今天这天窗会让你在这拍张照片，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收到这样。OK，对，绝对是呢，这所有的讯息传到你的手机里面。对，真是直接是传到你我的手机里面，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 可以支持这一个活动。等一下，一边唱歌就一边震啊！其实我刚刚已经有感受到了，有，因为在开场的时候我就有呼吁现场朋友们加入这个大家庭，因为呢，Danell呢会亲自的，就是会看到你们的 SMS， 然后呢，如果大家可以愉快的你的讯息。对啊，其实如果你们就是收到我的信息之后呢，你们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就是 SMS 给我，就是直接我来这个 message。所以其实你们写的东西我都有收到，只是可能有时候我太忙，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回应大家，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真的有在这。有了，就谁在？有。好，那希望大家都在。对。都会继续传，然后等一下够了，等会继续。对，努力一下哈。待会呢，就是哎，你会答应大家，就是待会会拍现场的照片。对，没错。